各位观众早，欢迎回到我们的《麦块伺服器评论》系列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要评论的是《新世界伺服器》的，这其实是第二次，因为第一次它要维修维护干嘛就关掉了，然后等一段时间没开就算了。刚进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它的 table 其实蛮简单的，然后因为它是要输入密码伺服器，有时候我会忘记说密码那些干嘛的，然后我会忘记我上一集讲什么了。反正就做简单的评论跟评价，好吧？OK，然后我们只评这个，因为它要求这个东西。然后好像辅助在伺服器上面，然后我看，其实可以把一开始东西抓回来，然后反正它选单蛮凌乱的，这选单没有排列的时候很好，也没有说多那个，然后传送区会传送到最奇怪的地方。好吧，跳一段真相。好，见解。啊，走开，僵尸，装逼！张逼。然后你看到他东西就消失，这个就消失了。然后我们再回到生存界，生存界是我们之前来的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是生存界的空岛。你为什么会变成空岛？其实我有点意义不明。然后你也没有什么。重生点地方可以大家一起盖建筑，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共同的一些向心力的凝结。我讲这些可能一些小学生听不懂，反正简单白话就是，你要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盖建筑才能够团结一致。为什么要大家开开心心盖建筑呢？因为会，好累哦，讲这种白话文。一起大家开心盖建筑，然后那大家交朋友嘛，那互相认识，然后同时也会照顾新来的新手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是白话文。然后讲复杂也是向心力，虽然说只有三个字，但是向心力这个东西很复杂。然后好，然后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消失了。好，地狱其实没有问题的啊。因为你看它世界都会显示刷新时间，然后这边其实那到底是三小，那些东西到底是三小？啊，其实没有东西了。我要组成，接下来组成，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到组成部分。那我们看到挂网显示取款，好，不是重点。我们看到大厅的东西，其实大厅规划没有说很，就只是一个过渡站而已。结束，过渡站结束，然后下一个是看家系统。这个部分我其实没有，我不是很满意。你要就是关掉，要就是开着，何必这样子？然后分了宝箱，宝箱就是那个宝箱，就是那个小游戏服会有的那个宝箱。然后大厅选择其实其他东西就没什么东西可以看了。它有防外挂，然后其实特殊系统、色表还好，特殊商城、重生蛋，好，普通，然后赞助专区、常用指令，至少有点教学干嘛的，做一点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太凌乱，然后东西没有说很好，虽然说我刚那时候讲到。讲太久了，然后有点多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，我觉得这一 part 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我这边会把它给做个连接，对，你会看到我做第二轮的时候跟第一轮的时候差别在这里，因为我前面其实有讲一些很重要的话，我觉得不要忘记，反正就是大概总结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再看我怎么剪，我就会忘记怎么剪东剪影片，哦，就这样，赶快收看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刚刚赶到重开的时间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加入，我来跟你们聊聊一下天嘛。你们都。比较支持我开 Discord 还是做那个问卷？我看你们问卷都是一眼就是干嘛，好麻烦啊！填问卷傻小，
我能不能加个 Discord，然后就跟声光聊个天？有啊，我其实之后可能我还会开个什么奇怪系列，就让你们来那个跟我讲点话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反正之后很多事情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做，不是打什么炮的，然后我马上被封禁。反正之后还很多事情要跟你们一起玩干嘛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太在意。因为后面的越，这评论已经快结束第一季了。第一季结束的时候，就是这100部影片达成的时候，我会做多一点东西。快了啦，快100部影片了，现在85部，目前是85。我们扣掉访谈是不一样系列，然后很多系列都没有完结，没有干嘛。其实你不要想太多，因为有的东西我会等他们多做一点更新，或多做一点改变之后再进去看，都比较好一点。现在还有十五部影片，大概15部嘛。我现在是15部嘛，一个礼拜3部，5个礼拜之后，刚好我当完兵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，多做新的系列了，好不好？我没钱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来之后，然后，哦，他会回啊，他是多分流的一个伺服器，所以关掉那个分流之后。它是关掉那个分流，然后，对，它是关掉分流。然后之后的话，我会多做一点简介，讲一下我到底怎么评分的。然后那时候今天吧上面有人回应，哎，某个文静之谈还是安宁之谈，不好意思，开个玩笑。他有做回复了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他讲的一些话。他觉得我改变，我也觉得我改变了、啊。我从一开始的吐槽，很鸡巴吐槽，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很正式一个评论，我觉得我成长蛮多了。打开了吗？连线中断，赶紧。啊，等一下，连线中断了，告别。我刚好赶到他妈，他要重开了，重置的那个，然后一进去就爆炸了。然后我跟你讲一下，我早上帮我女朋友买铁板面跟萝卜糕，然后现在睡着了，靠背的。那从他家买块啊？反正趁现在跟我聊点天呢、啊，我没办法做完评论，我才刚看没多久，然后看到一些小问题。